等一下，此行的主要目的，然后的话就是有关于那个国民党党内初选，总统的话现在最新的看法。然后可以。今天到新加坡主要是去参加新加坡书展的签书会，就是这次主要的目的。内初选很多人才济济一直出来，总统的话最新的看法，我们密切在观察。谢谢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谢谢钟总，不好意思，谢谢。